金秘书，今天的相亲安排好了吗？总裁，都安排好了，这是相亲对象的资料。好的，辛苦了。相亲的开门见山，有车有房有存款，独生子女，博士在读，五房八车有基金，弟弟妹妹国外上学。我妈是高级教师，以后的孩子问题我们不用担心。我妈开化妆品公司的，以后你的化妆品可以随便了。我爸是医生，头疼脑热的他都可以解决。我爸是做房地产的，你喜欢什么地段户型都可以安排。那我们倒挺合适的。那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喜欢小白兔吗？喜欢，非常喜欢。有多喜欢？这样说吧，顿顿不能少，顿顿不能少。你怎么可以吃兔兔呢？我觉得我们不太合适。总裁，相亲怎么又失败了？金秘书，他问我喜欢小白兔吗？我说顿顿都吃，他就走了。为什么呀？兔兔那么好吃。就是啊，哎，有点打脑壳啊。你们相亲遇到过这种人吗？有呢，我一直在国外 study 的。那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呢？我平时最爱读书了，每周都会 play 高尔夫。嗯，这家挺好吃的，看看你想吃什么。你 choose 这家店虽然也很 nice， 但我 before 去过的一家米其林五星餐厅，那才叫 nice。Waiter， 一杯 cappuccino， 不要糖，不要奶，一个 beef， 六分熟，一个水煮 fish， 食材一定要 fresh。不要搞了好了。你能 understand 我的命令吗 ？Oh my god， 怎么会有你这么 stupid 的服务员啊 ？Shift。不要搞了好了。抱歉，我觉得我们不太合适。 Why？ 作为一个中国人，连中文都讲不好，我建议你回炉重造，告辞。我是总裁，今天的相亲我真的怕了。你好。我不要车不要房，带我吃饭就好，吃一辈子。没问题，要不我们先点餐。好啊，服务员，这个都不要，其他都要一份。我点的是不是有点多了呀？没关系，慢慢吃。那我就不客气了。你平时都吃这么多吗？我吃的也不多呀，一天才五顿。五顿？你等一下，我打个电话。新秘书，帮我算一下，一顿饭吃十万，一天吃五顿，我的资产能撑多久？我算了下，我的资产够你吃十年。啊，才十年，我觉得我们不合适。喂，金秘书。不好意思，总裁，刚才忘了算你的私人小岛，这样的话能吃一辈子。晶晶，晚上想吃什么？金秘书，你怎么在这儿？王总的项目谈得怎么样了？已经拿下了，总裁。这位是？总裁，这是我哥。啊，这是你哥呀？你们在聊什么？我们在聊吃什么。我也没吃，那一起吧，我请客。来份糖醋排骨、麻婆豆腐、水煮肉片。好了好了，点那么多吃不完浪费。这是你老板，年纪轻轻应该没什么实力，只能拼爹吧。当年我老爸是给了我2000万零花钱。看吧，拼爹的。可我自己只赚了2亿。金秘书，怎么之前没听说过你这个哥哥？总裁，这是我哥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相亲对象？今天这顿还是我请吧，别给我抢。那你请吧。支付宝到账1000元。